天非常开心哈，我们西螺镇哈文慈公园哈今天落成了哈。那这当中呢，我特别要感谢哈，那在111年的5月11号，透过我们前里长哈王竹里长的一个陈情哈，给我们钟任明董事长哈，还有给游淑云议员然后，那当时呢，游淑云议员哈就在啊议会也提议了哈，包括也跟我哈本人呢陈情了很多遍哈，因为呢他希望用他自己的经费700万了哈。那希望能够兴建完成以后，提供给我们所有乡亲来这里啊休憩了哈，甚至来这里运动了哈。那当时因为经费也不足了哈，所以云林县政府啊除了游淑云自己本身的700万之外哈，那我在挹注425万哈，那以啊这个统筹分配款哈，那总共1125万哈，那提供给我们呢，完全啊支持我们西螺镇公所哈来施作了哈。那今天历经了哈啊这整个施作的过程哈，也感谢我们西螺镇公所哈啊全力的施作哈。那今天完成以后呢，我们希望啊所有的西螺镇的乡亲都能够来这里运动，来这里休憩。那体健设施是一个全龄式的共融式的一个设施啊，我们的啊这些长辈哈来这里运动是非常安全的哈。文慈公园哈终于已经完工了哈。看了咱家的时段，大家拢安尼笑头笑面，欢欢喜喜吼，也都来这边走一走。那最主要就是他们有一个这么的优渥吼，啊个这样子啊水的环境，这样子的一个公园，能够让他们在这边呢休闲，然后呢活动、运动、跳舞都可以。那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这个地方呢来走一走。这个公园的经费吼是由我们县府哈全额补助，总经费是1125万哈。这个案子也感谢公所顺利来完成。那现场看刚刚现场看到的有略略不足，比如草皮的部分，好，啊，刚刚里长反映的路灯部分，那，啊，这部分，我们也请公所来提计划，我们再来相关的经费来做补助，来处理。